第三亚米就是说明家的事件呢、啊、摸谈错我有亚米心我要满张研究他都亚米这个事件的目的呢那就要观察这个事件呢、啊、无常变化种种的苦靠所以相于相关生死之中唯有无常唯有苦无常前面讲起来现在讲苦既然是无常应当要发扬离心现在进一步观察我的人生一生所处的环境啊你讲得到黑苦黑冷呢实际上都是苦的并没快乐而且这个世间唯有苦在佛经上常常拿苦害来比喻这个世间讲这个世间是一太苦害苦况太多了从坏暗沉暗讲人爱所以法法经讲三界无安由于佛测众苦充满甚可怖畏你看三界轮回生死之中非常苦恼的事情像你见佛带着地方上四面佛手的人啊，自己的痛苦所以是众苦充满因此成为苦害既然非常苦不会应当有压力性所以观察这个事件是苦由此能生起压力性其次观察这个事件是空空啊事件你往往谈到佛经上就讲一下空字你们就哦马该个空嘞空嘞就你们讲无嘞马该都无那个空实际上佛经讲空不是讲东西无嘞这样空也不是讲人死的这样空不欠坏的这样空没那个意思佛经讲空只是显示万物呢都是因缘所生的东西眼神呢、啊、无性因缘所生法都某是这个体性某一行有是心啊因何物品都是众缘佛合一生离开众缘实体不可得比如我们的眼佛且健康不利木料啊种种的物品建材去组合起来还要经过人工去检测省略一个步把你那个建材物品全部拿来插过来木材那边呢木材是地不可得万物都是重要每一件东西想在它的本事做最后了无是体比如我的眼神你看木材那边呢是体不可得所以为之空空只是无自性无是体为之空唔会讲嗰啲嗰个东西坏嘅、木嘅、磨嚟嘅嗰东西，真系讲。只睇你嘅物品当下就啲嘅讲嗰啲嘅东西啊，都是因缘生法啊，因缘所生法嘛。我说即是空。你看因缘生法，当下就是空，空显示嘅无自性，眼神无性，咁就是当体即空。既然是空，那要是在我哋爱创呢，应当要成样理性。所以啊。有起这个样理的观念无常苦空应当要这个样理样理这个世界其实说无我我者痴猜你我者主宰你有主宰能痴猜将可以成为真是有我那你普通一般仿佛都因为光在身体里来的都有我相哦也来的也身体里来的一东西兴来嘅，用我用我所用嘅物品，所以讲用我用我所，因为有人偶像就执着，啊，一个人伤害到你，那你就会去烦恼，所以讲就是因为有偶像。但是去详细观察你的身体，那才是我呢，我在那边，你的身体不过是虚胎，体虚火红，五问色受想行识，色心意法，符合起来什么一个身体？了无是体可的那个是我啊啊体虚火红心态魔一态是我如果有一个是体是我那运动就不会分散可是到了最后无常了呢心态都在分散我从那边呢那边有我那你追求这个身体现在这个身体很欠缺的时间你观察看我咋主宰你这个身体你咋主宰吗你比如说做对啦你看
就是你两边讲经还在谈经，刚才没就读书的嘛，还就来谈经啦。哎，你会讲偏么？神偏心停苦啊，莫讲太偏，感冒就心停苦啊。一下感冒呢，屁股塞打哈手流鼻水啊，啊结果屁股塞到两大屁股都抽气唔得，介绍介个跌达再就天无限。佢阿再啊，要爱讲话，要爱调气，要爱食饭，实爱讲几下种工作，辛辛苦啊，讲话要硬皮硬皮，诶，挨成钢筋捧住，呢个嚟嘅感冒嘅时节讲起来吼，喐劲喐起来，后来即个躺咗咁多，啊，很痛苦哦，真系辛苦咧，感冒就很辛苦，其他嘅重病啦就更不用说啦，可是你喜欢病么？骂人爱病，装鬼都怕病，冇你喜欢病咧？可是偏是唔好嘅东西，挨讨厌啊，唔会偏，你作主对冇？感冒话冇来哦，挨讨厌你，可是你偏偏爱来，哎，吓跳感冒啦，啊，马上就感冒，点解？哦，你感冒啊，吐哦，吐唔得好，哎，那像你啊，仲一件扭住在冇，作主对冇？冇办法作主，唔会偏，冇可能，偏偏又偏，可见就是无我，你冇主宰啊，作主唔得啦。那是最后补上来的，你可以讲俺俺不去哦，啊，哎呀，这对俺没去，啊，补上来俺们不去，有可能哦，无办法，人望注定三更时，那天流年多时间，三更多时间上下不流何况再久，你有没能够做主？无办法主宰，落，年年都多样，啊，多落嘞哈，是菜啊，很普通中啊，那么出去唔方便，又冇牙齿。嗯，吃饭量不方便，抽抽抽不到，嗯，我是哪怕来买双方用个八的，我中年面啊，头用得到，实在不敢到。啊，罗杰天姑呢，我罗天姑人，你能做做梦啊？莫比罗，哪怕观音菩萨年年吃饭，有可能吗？比如讲现在六十多岁的人啊，四十年前，嘿啦，唔会说干哈你是年年吃饭，可是也不过是一年啦，莫过年年啦，前年前几年是去。啊，过了两年是吧？按过一年就是九了，要么后年是吧？可是现在落了，落是鬼头羊，你能做主吗？俺没落，俺一种就按手上，能叫吗？没可能。啊，你妈该没比落，都是你还是这样落了，可见你做主不得。既然做主不得，没主宰，就不能吃菜啊。你能吃菜吗？一点也不吃菜。对呀、啊，身体你完全没办法吃菜。不但是你自己本身没吃菜，对外界你也不能吃菜啊。比如说现在你多了阿公去阿婆去，该就是修法工他没谈过九运当头了哦，多了老的哈，你还有哪个都上班了做阿公阿婆哦，该就吐水人的吐水的哦，该就老水的讲法了啊，该就装不装黑黑该就九运九运当头做九运的啊，像装不整的床是吐水的跟你作主的嘛，我没吐，告诉你，你去哪个事情啊，都没人吐啊，哼，可是你没可能啊，你想你说你啊，哦，也说你哦，乖哦，我等你下个晚哦，同时你们不该说那个元素给他都嘿嘿，阿婆，嗯，很好哦，说你很乖，我喊阿婆哦，阿公，嗯，他都听话你，那么四言一言你不讲个元素给他等了，你一点也没住在。就是无上来的你们还没脱黑黑，莫讲话是落的时间，这可见时间呢，根本一个我不可得，我坐那边啊，你那个想想看，我坐那边啊，时间呢，往往本来的时间的元素的特性真黑，你在想无我，既然无我啊，莫比他暗黑咯，他嘛个哦，所以啊，观察这个我想不可得，我体不可得，时间就能够让你，所以听过了就要管无我。佛法有三法印，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上面讲无常，苦空也包含在内；又比讲无我，诸行无常，诸法无我，两种法印就包含在了面。涅槃是天，现世究竟果的个殊胜，该就是第三法印。下面个不相即感，苦空无常无我不相，不强就是修不强观啦，观察你啊身体都没清净的，下面有详细说明，你啊身体只有三十六个，完全没一点清净，啊，显示你个身体本来不强，而众生讲哦希望清净哦，有的人啊爱强，
好好同事都说，说到新疆，我用了说，我用马个就说，让我听。实际上，你他身体用不听，饮食咩不会听，用你冇说到去慢性出患转，一点也不听。实际上，你冇听哦。所以，众生本地的身体本来就是不听的东西啊。他们有详细说明，现在不必提多讲。体感，你他身体感的呀，那个是整个。你看你身体那个整个无常一来了用掉一身啊，多那哈那个整个不像习感，不但不像一下习感，那你太感都比偏多，不念叫身体偏多啊，偏多你顶顶那种啊，你没说哦两个买个粗粗直插哎好又哎好，那跳的按你观察，那当然出能够让你咯，可是你要观察你习感，按我们那地的习感，香港习感某些体你不容易了解，他们哪个比喻的容易明白，以水双泡熟悉熟闷，那你在这个世界上一个身体一个人间的万物形状水双起泡中的水泡啊，就是个水泡啊，起水泡这水起泡一泡一哈起起来马上就没得了，熟悉熟闷水泡洗清甲没啊清甲啊，你们相信你把个水你看用果果虫啊哈进到水泡一定要一个水泡，可是一下就没得了啊，洗清甲没啊清甲，你众生轮回身体也很重要啊，无常嘛样样什么就熟悉什么清甲，往来流转由于茶轮，往来就在三界六波中啊，轮回身体啊啊，就前面所讲的神前作用啊，三界肉托啊，啊，往来流转，形象个茶是轮转样的，茶是啊，本来是吉事，是本来是吉事，应当而通过吉轮啊，它解释做茶，解释做茶，啊，某人讲啊炒鸡耶，啊，就讲炒茶耶，唔系讲炒鸡耶，是系吉事，它讲茶。解释做茶的因此习惯就会变成通过茶轮，不能是吉事，请教那个茶轮茶林茶林的人员的啊，哈会紧张众生在上面就说会省钱就往上行呢 啊会那个到天佑就下沉呢，就像个茶轮紧张同样这个由于茶轮啊，在上面就说中轮回神系流转，因为呢比方上轮回神系像茶轮样子，所以个发扬王相跟你那个七十天的个轮转王哈，转轮王哈，就发一个茶轮哦，这个被出肉托，实际上不会按你的，不过是用按那个茶轮的表示轮转不停的意思。个众人呢、啊，就在三界六道中轮回程序没有停息。下面正说明啊，你引脱众生的苦恼了，神罗天世，百苦高见。也就是说明上面的苦啊，啊，跟上面所讲的像水泡一样的熟悉中脉往来流转，由于茶轮，也就是说明的无常啊。舌头偏是百苦高见，就是说明苦啊。你看啊，林英啊，一生也所说的境界不就两个百苦：神苦、乐苦、偏苦、喜苦，是一样的、啊。还有穷生知识的中间有爱撇离苦。有厌憎非苦，有求不得苦，有无闻之身苦，也就是所谓白苦。那你认为断不了的白苦所高见，不会有何休息。生苦一出世就苦，那你人一出世就苦。有人就会认为说啊，你不仅讲生苦啊，这不过是讲好谈啊，实际上生苦啊，你都出世过的，那你嘛个苦不苦啊？反正都出世了。啊，神来了，到底神有苦没苦？这个都不理解。他虽然不理解啦，总看到世间人出生啦，后边个圣人的出世，你总得来讲个出世是一件苦事情啦、啊。可是出世人都欢喜个人啊，来出世人都挺欢喜啊，强等啊，强等又精彩啊，没听好没挺欢喜咩？你做嘛不讲苦呢？实际上人在舞台之中，事业摆台，心情苦。出台啊，出面蛮出台的时间，神痛苦。他讲神苦，一般人不了解了，到底神有冇个痛苦呢？来，可以听我一句，
唔得噶，谈到些年嘅我嗌出事啊，喺天房一见那件烧鱼啊，喺件叫呢，些年嘅我嗌一下说就哇哇哇，做梦时呢，几处都个喊我哭啊哭啊，又按风哭咧，啊又转成做人咧，又来做受苦咧，就哭啊哭啊，一出事就叫苦两天。根本来讲有呢，你睇下咩人叫过来呢？唔是唔问伢妹子的啦，问妈妈，哦，看做事有叫冇？你出事的时候也没同人家哭啊哭啊，有没有个叫苦两天？睇下都很苦，由此可以证明神是苦。家庭神去捞起就是哈哈哈哈哈哈，那么真快乐啊！你有谈到过年，你就是哈哈哈哈，见见那见社会冇？很爱是不是谈到你就谈到？一般人的出事都是苦啊苦啊，叫苦两天，俩第一条可以证明是苦。第二哈，我爱慢慢状态要学讲话咯，学讲话。如果像我跟学讲话样来讲呢，哦，那就搞起喊爸爸妈妈，唔系唔系。虽然你学讲话哦，几多钱学，再学搭佢来，合落去，搭佢来，合落去，一成学廿二套，廿成学开张就嚟讲话。所以佢学讲话嘅时候就。安古安古讲客厅哦，安古安古安古就是安古，哎呦，我有了中年嘞，安古安古，第一句就讲苦，一出事第一句该发就是讲苦，尽管喊爸爸妈妈喊叫的，第一句就是讲苦，你也不相信你问人妈妈，看张出事发讲发的时候最大回来安，喝到一古安古。也吓唔少啊！安固要俾安固，一出事就叫苦连天，出事用叫也很苦，佢一次讲话也很苦。实际上神是苦嘅，脚天是苦啊，佢一次学讲话也苦，所以安固就是安固。有这个力量，量可以证明神是苦。现在过去咧，讲讲起来吼，唔离苦哦，真快乐啊！世间人就会按那个情景，经常出卖十八世纪的裸片所用的吼，起来一集一集啊，顺行落去用集用黑用的家的按来做很多片数，不清楚啊！你愿意喊出我喊出，听不上你了，可是你不愿意做的嘛，做不得，你最少也是一百。我张进去的时候清楚了，叫的不记得啊，苦多叫的强强起来，哎，真好我不提出了，所以用你报纸带来你去看。新闻单又一块啊，这个片从古罗墙江的那个宽波子，那里众神没重要，一下来的时候就很苦，叫苦连天。叫嘞墙江那里，几毛面都讲讲是偏少，其实那里都比偏少更好做的蔬菜，更不清净，也个时间非常的粗味，所以天人不敢爬了。天人你观察了个人间的粗味啊，从上天过上去，天人都不会爬了。实际上也是挺粗味的蔬菜。那你看到那个竹了，竹那个时候才清楚。其实田里看看你人间的人家那个人看竹篮重要。竹的这个竹篮上就不感觉到粗毛劲不？啊，这都衰到时代上面那个粗啊，用地粗。那田里看看你那个人间的人家也重要。哦，这人家那种很偏哦，实际上是清楚啊，也粗的一个时候才。啊，那么众生就从那个三界六道中强啊，所偏所方。变成习惯了，也唔抵苦了，也唔抵粗了，辛苦过去的他讲唔抵。辛苦固然唔抵，那可是落尾苦啊，落盘仲乜抵啊？挨住有感觉咯，你都唔抵抵么？挨住知道都抵多少回咯？啊，比如我有风湿偏，个天时一变吼，挨住个比个切口所更清楚啊，切得更准。哦，天时会变咯，脚酸软咯，膝头软咯，哦，个风湿偏出来咯。他就在老切口所中央，老个西厢所个切口所中央，就直接讲哦，那下要落雨了，天说要落雨，随时就滴有感觉。哎呀，有没落啊？落就有两个变化，落还没有紧，只要健康，身体健康，落了就没问题了，无所谓。可是免不了有偏啊，神都偏，有偏，太体人都落了呀，多多少少总有多少偏。比如将来的种身体，现在也感觉到有许多种偏，啊，木竹手术过的，许多不方便，啊，牙齿也摆过的，他那还不会做的啦，都没几好就会的。那身体差许多了，
尤其到了天时变的吼，个脚趾头没出力了，你看我都行路都真困难样的，上次要给他治疗，一下离开药的吼，就发生困难了，可见那个偏是痛苦。那你每一个人都有一样，其实不是哈把几样，尤其台湾的地方啊，比较还是湿气哈重，因为湿气重呢，容易发那个风湿偏啊，神经痛的偏。风湿神经痛、关节痛、风湿神经关节，第二个目标可以讲差不多，第二个人就有了。尤其神经痛的病人，个神经痛是在喊神经哦，个神经病就按神经，要按神经嘞，不走了走几里，就不走上走下，哎，怎么一脚很痛？天光你了，走到眼神痛嘞，往过你的手痛嘞，手痒起嘞。我讲你头脑很痛的，哇！一神就啥呢？轮流的，在他两边痛，在他那边痛，尽管就经常讲，在他又在我两边了哟，在他又在我那边去了，两针脱牙毛就又肿出去，偏偏了在那边，顶一顶了在个痛，你有办法吗？前面讲不摸啊，你没办法做主啊，每动前面就痛啊，一点办法没有。一落位现象自然就会按的，多落就会按的。特别年轻的时间，人讲老人的痛苦啊，你人讲唔好了解，哪有此事啊？哎，现在时间多了，自己也经验了。不过还没听多啦，慢慢的越来越多，越可怕。所以那个偏啊，是挺痛苦的事情。三国时代张飞挺勇啊，由于这个点，马盖我都唔讲，莫一方也讲哎，马盖我都唔怕。孔明唐老几马盖几都唔怕，那时候把张方。哪一句比就是要偏是纯粹就比较哎呀你爸妈装会看那道连推用三步下来清床后你也该来拍你也来拍你也该东西用来创办啥嘛我没办法对付你给那个创办给个床上啊啊就是所谓创办啥嘛跟我妈给他强给听你两个都有办法还是创办啥嘛一心就记住多可是偏啊没办法对付你偏多来的哈那就痛苦了啊那么装鬼都怕病就按你传出来的有按你的姿势装鬼都怕病装鬼按用双下怕病何况啊你普通一般人的哪个人讲病啊病起来是他就痛苦所以地寒太师啊民国初年地寒太师也是前头中的主持讲前头中讲空架中三观上次就发现个前头中的不好验啊，这些学生呢，讲的从家庭上班，我原因啊，罗法师其实上说的偏偏下轻痛苦，说面上我说的还啊，见还见沉，轻痛苦，大家学生呢去看去，看罗法师，看啊，看演讲，看罗法师啦，有些学生呢挺调皮啊，看罗法师，你看你啊，轻痛苦还没？就是哟，我心痛苦哦，偏爱心痛苦哦。就老法师，你平常没讲来睇个小家管咩？空管啊，你个身体是空个呀，家管呢，个偏是家个呀，那你就小家管嘛。对老法师安尼讲，老法师就讲啊，管是家个呀，个偏是真个哟。管是家个，偏是真个。平常是讲空架中三观，讲得非常流利的，都是单偏苦了的，该出偏是怎个的，管是哪个的，所以可见一旦偏苦，那是太痛苦的事情，所以一旦是有偏，是太痛苦。那么这个偏苦能用的对付你呢？放下，不理解，反正你要在神地呀、啊，这就是违法的东西，偏啊，等于这个世界搞坏才重要。等于世界搞坏掉，慢慢你就要磨灭又坏的嘛。既然比你没坏，现在搞到坏掉，那是自然的现象。你要安心啊，所谓安心舒波了，莫管你莫理解，反正就安心舒，安心舒波。感想你啊，这身体是体虚火风虚胎干哈成的，痛啊就是体胎这个痛，胎体这个痛，老爱没相干，爱个真心不痛，按你就管，慢慢的对付这个偏苦。啊，偏啊，不过是体虚火风虚胎这个偏啊，哪个精神不偏？哪个精神是最健康？从来是不生不灭，上下不生不灭，哪里有偏呢？按你来对付这个偏苦，
那你去放在哈，那是做管管理上的一个骗子，不过是提醒我从西太家哈个体制这个骗，啊，那个精神并不骗，精神没苦，本来就是亲友快乐。晓得啊，那些放下莫爱错那个身体，敌人也会反，反正是反甲骗钱，自然的现象啊。啊，那个真心本身不灭，本来也是晓得啊，你做官不会痛苦，纵然痛苦也会感受。啊，也没感受，还有想着办法来对付这个偏的痛苦，比当时是做官念佛啊，或者观想那个身体所太天上拜佛啊，所太天上观想佛像，做个打坐用功，做个念佛，啊，你把那个精神不去离开这个偏苦的身体，啊，你慢慢的这个苦就会感受，来对付这个偏苦，身若偏苦也苦，可是最后无常来世间苦。啊，所以古人讲，像那个神牛剥皮，山上的牛剥皮，神鬼脱壳，充满了个痛苦。所以死是非常痛苦的事情。不过有时为人不苦，认真修行，双双修无妄观无常观，观成习惯，对这个身体不会留恋。第二点是一个粗皮囊啊，都是就会丢掉的，更不苦啊。有时为人不痛苦，我晓得做法。家庭也晓得啊，你做广告的啊，身体是假的，那不过是来自强势家用啊，啊，所谓家家修真，你要过满亲，你要在身体上家来用，你要过亲年啊就要丢掉，随时随地都要丢掉，你要过一亲之前没有事先而多了一个前奏，那就是偏苦，啊，那你晓得观察不及生命习惯，那偏啊，不过是过去所说的那所讲。免不了有偏啊，那么最后无常来了，有没点在粗皮囊必定的丢掉吗？你平常有样理心，那死苦就没痛苦了啊。所以有修根人，强烈的身体而丢掉哈，像脱一点烂伤重要，一点痛苦也没。所以古来的祖师，古时的祖师，跟山中祖师、南北的祖师，真多啊，蹉跎立毛，说走就走，多了时间多了就会走。以前讲过一个动画和尚，清朝的动画和尚，一年多暗了，在街路上动跑起走，看不出几条小巷。有一年咪一个茅房的同参来看起，提出来讲啊，啊，那同参啊，挨年过天，啊，明年人啊就走了，那来送来王神哈，家同参堂了好，我都是过来送你药食药念。但是这个同参因为讲哦，因为都按照这些都往前跑一年，那有小行，因为我去释放不相信。但是他讲了年来，他昨天呢，就记得个人年来多了就来，啊，这个同参来到这个动画和尚的茅房上，因为好是动画，也就成为动画和尚，名字也无的，唔知叫乜个名。介绍人家同参来呢，嘿，喺动画和尚呢就是有解啦，啊。并摸出来毛孔哈，那俩长人完全就骗人，某个金门一去，中午就亡神了，那又养了又走出去的，还去坐在那等，等到中午他就回来了。到了临走的转来了，东莞茅房再转来了，就老同参喊你来哟，啊，挨着那等亲久了呢，那等来做嘛个呀？哼，你这个同我约束讲金门人就中午的亡神，跟这个有天表起来跟你们骗人。哦，有人呀，是哦，挨哥哥哦，挨什么总统的王神哦，挨马上就去，挨马上就来去，哦，跟着同阿冲一下，冲进去四神万神拜佛，拜佛了个哦，老同他妈同阿冲一下么，挨阿走了，就在坐在中间阿弥陀佛，冲一下，念念啊，个人啊，坐到就王神了，啊，坐到王神的时间，都笑眯眯的，啊，亲王去，应该今后一切有意向显示给王神，而王神以前是做一首曲。讲翻你们工会讲话，家己阿人终于就解放，乃为王神呢？对个，终于就解放啊，心中安稳嘛。咁阿人佢都安在解放之后，想对话，挨佢个磨练挨个精神，磨练安稳的事，磨练到个挨解放方面之后，解放之后想对话，按烦恼个按烦恼所在，挨都会安稳，所有爱走也就是说走就走啦。搿就是证明讲佢真优秀。有时候行的人创立的动画无创案说走就走没痛苦一点痛苦都没家庭也没时候那必定是痛苦啊，所以对这个时间对这个身体对肉身建筑要放得下平常啊要看破要放下你将会吃菜
看唔破就放唔下，放唔下就唔会吃菜，看得破就放得下，放得下就会吃菜。所以平常时把个软熟嘅一条一条一件件切开了，冇必要的啊，多了时候呢，十条九条自由吃菜。所以这个四本呢是世间人无修那痛苦，有修唔会苦，不是讲义。有诶无修嘅人呢，那就是把苦考甜啦，啊，那就挺痛苦。那外边的苦因真非苦，佮用不出讲个啦，啊，连外边的生理区别痛苦，人家体会，所谓人家路家，看到那个人家受人眼中担，诶，挺痛苦。求不得，所求嘅得唔到，也系痛苦。五温之辛苦，五阴之辛苦，那就是指讲那个身体健康的时间啊，也是痛苦，因为其探求追求那个六尘境界，一样是痛苦。该古人解释所谓因为讲健康苦啊，健康的时间到就紧，也是痛苦啊。实际上，提拔五阴五温之辛苦，那是总形态，前面的几种苦就是分别说明啊，有五温身心也尽是苦。所以到了临命终时，一个无修，把苦搞尽咯，无时天时，无天时间来的停止这个苦恼，是自息，无天时自息这个苦恼。要讲天时啊，暂时下面做个九时也是天，暂时下面做个日时也是天，天时的个天。就是讲嘛，世间人才那个三界六道轮回生死。人途中生老病死八苦九难，也种个痛苦无天时之息。按来观察呢，两个世间的痛苦，再进一步观察个身体的苦恼，啊，就是修不相观，上面是修无常观、苦观、空观、无我观，下面是修不相观。中等想以贪观此身呐，胸头之脚，其中贪有三十六物。中等就是讲阿弟太高了，人人都应当按来观察了。互相的研究的观察，只要观察了他身体，自己的身体，从头拿到至脚带，啊，从头至脚，从头拿到至脚带的一身啊，拿来分辨起来，其中它有三十六物，就有三十六件东西。外面上看的大概有什么样？饭、魔、灶、齿、衣、泪、体、套。胶、汗、泥片，泥片就是开水片。要是外面上看的多个，是一种发，头拿毛，毛，比如讲男性的屎，乃至全身的汗毛，啊，燥，数字，数字感，数字感，不燥，是这个数字感。齿，牙齿，衣，目视，目视。啊，木柱方出嘅，啊，你讲嘅木饰片，佢就多是嘛，木中多余嘅东西，就是嘅木饰。白晒哥，啊，泪，喺一个呢度见嘅痛苦嘅时节，会流泪，啊，叫嘅时节会流泪，所以木质水，泪就是木质，木质水。T，PT， 啊，就是鼻孔流出来嘅，啊，一个粘液 ，PT， 吐，漂蓝水。啊，对中央归属来讲，好有难睡。叫全身的叫味，喺某些神就有种种叫味。你可以怎样？三日某些神把那个身体的皮肤用手去一挪，挪出一条一条的密集木中央壁台吧。哦，挪出了挺多，这个就是叫味。全身都是五脏，就是叫味。哦，一挪就挪出挺多个六小的啊，那什么东西是吧？叫汗，全身没出汗。一多一天，一日头一晒，一下手全身咪出汗，汗是非常粗微的东西。啊，比如讲，搓红茶，年轻多，大家点点那个又出汗，你讲个出汗上个汗味非常难受，非常可怕，是挺粗微的东西。泥片、菜籽片，两只讲个，啊，两个外面那个什么样东西，通通都是粗干，都是不强的，啊，显示这个身体的不强。那其中呢，那个身体的中间从皮头啊一批啊，那个皮外表皮肤血肉筋脉骨髓黄
搞弄摸两十一种，就是这个身体上从皮头一皮啊两个外啊中间的东西都是不像的东西，皮就是外皮，肤啊就是逆层皮逆囊皮，血就全是个血液，肉就是全是个肉质，筋这个身体有筋啊就是筋脉，筋脉脉就是属于通脉，脉也是筋，不过是属于通脉，我条啊啊就是通脉，骨头水，骨头底部都个筋水，骨头水，骨头底部都个筋水，房脂肪啊油层啊还有个油层啊，膏就是油，是这个身体皮肤里面的油，哎，这方面也有了比较少的人，脓头那当个脓，膜就是五脏外皮的薄膜啊，比如我们身体有网感膜，面孔有泥膜啊，各方面都有这个薄薄的个薄膜，叫做脓膜。第二，什么样东西也是无微不强的东西，这就是你是一种了。下面最后说明内面的生命中，脾、肾、心、肺、肝、胆、肠、胃、肠、胆、痰、饮啊，要饮是读饮啊，肠、痰、胆、痰、肠、胆、痰、饮。痰痰嘛，就是身体上啊、有那个痰，就是黄痰，黄色的痰痰啊。怕痰就是硬，就是身体上啊、有一种比较讲啊比较属于寒类的怕痰。硬牙齿这个磨片，身体上比较讲血迹啊，心片也是指硬，血迹也是硬，比较讲血在物上啊，比较讲积血，这也是叫做硬，身体会有点同个磨片的情形。还有最后两种，神属逆藏，神藏属藏，藏是啊不能是五藏的藏，永远有偏啊，因为拿做 Q 书啊只是以普通的藏字来套用，神藏属藏两个名词啊没来听，以后讲以书上也没两个名词，所有的词典也没两种名词，只有佛经上有，佛经上有讲一个三十六个名称的哈，有很多种经啊，它不是每一种都有讲那个神通异常，讲有神通异常的三十六个呢，是有《差阿含经》，《差阿含经》比那个太明三藏法师真讲有神通异常，那么有像那个《三要经》《三法要解》两种。不熟啊，只有神藏魔术藏，其他像这一阿含经、太白这一经、太平白这一经，还有初三三昧经，两多种经经所讲的三十六部呢，都无神藏术藏的名字，无神藏术藏。有那个神藏术藏啊，感觉都挺奇怪。神藏运动就是十大是蛮受发的所在。将这个东西四大含义满足发挥出来，运动就会胃，运动就会胃，东西对这方式呢去经过是它多胃行常态胃行，运动是胃，可是经过上下又有胃，又有胃收藏，运动是消化过来，收藏就消化过来，消化过来那个太长方长的东西就是本源排，运动它排出来的它是属于收藏，它是文章又有场，有场场运动是属于收场，而你还要搞个神场收场，就是你难解多的神场收场的嘛该没办法后去研究出来，运动那个神场收场啊，神场就是胃，收场就会太场，一直都吃场，那么前面说广开窗那个真理我喊太白镇太平太平白镇镇头场场没镇几梦神场收场，它是给场来分开的，太长瘦长就分开了啊，所以因此之故呢，引导这个神中异常啊就会胃劳太瘦长，不过中国呢都是身体上的东西啊都是不强的，
讲呢，我哋嘅身体不出了36样东西，所以它有36个，只有了36样东西。也是九空上流啊，因此这个我哋那个身体啊，有九脏，空调流出来嘅都是五脏嘅，七窍两脏木足，两脏气空，一脏水，两脏耳空，呢七窍流出来嘅都是五脏嘅，木是脾水。做一个贪婪，逆空的逆事都会不强的，含有太小片，所以用九空。身体的九空，九个空调啊，流出来不是不强的东西，显示这个身体不强之气。是故经验是神中苦所惜，一切解释不强。因此之故，佛经上所讲，讲你的身体啊为中苦所惜，显示这个是有神就有苦，所以讲有神在苦神。无神在苦咩？不但佛法讲有神就有苦，脱高利落尊也讲有神就有苦啊。利落尊讲，五有胎犯为五有神，五要无神，福福何犯？那有注意这个犯苦犯，就是因为有两个身体。有了的身体就有苦了，如果是没了的身体，我们就没苦了吗？可见脱家的老祖啊，也是要你了的身体。后来修仙求长寿，那是后人的事情。实际上，脱高也的确讲了的身体是苦的，也要让你了的身体。那佛法是研究的最初在讲了身体是苦的，是不好不强的东西，我让你莫贪求长寿。你的身体反正都是五强的，要丢掉的，有神必定有咩，莫贪求这个寿命一长。那只是随这个业报，随过一生所结的业因所成熟形成的业报，过当爱受一救的报应就要受一救，勉强不得，并不是讲话你想爱杀你就能杀你，而应当明白这个道理呢，互相挡下来也无妨，也不会讲究。也无所谓，十多一百一十岁，发到240岁、360岁，甚至像盘主800岁，无所谓，也可以做的。多出世几年，至多修行几年，无啥，同样做的。无上来呢，说走就走，马上就可以离开。你一个出名人随时可以留的，不要按你个观念，啊，那就是不会感觉到痛苦了。那第一两个身体为中苦所积蓄，一切解释不强。两个身体从头至脚只有36个，无一样是强的。何有智慧者以当乐自身？让我们可以有智慧的人就当因，让我们可以有爱恼两个身体啊，贪乐两个身体呢？啊，也就是说，有智慧的人不应该贪恋两个身体，何事啊？你们是？有智慧的人呢、啊，应当就不和贪恋、爱恋这个身体，乐就是爱恋喜欢的意思。不爱这个身体，爱乐这个，贪爱这个身体，有智慧的人不应该有贪爱这个身体。这个何有智慧者，以当乐自身。有智慧的人怎么还可以贪这个身体来你为快乐呢？就是讲有智慧的人晓得啥，你是个人才晓得啥，才会贪错。生死既有一次种种恶法甚可繁衍，三界都到轮回生死统统通用。现在像南海的人多来讲，既有以上所讲的种种苦恼啊，种种的恶法，就是无常苦空苦恶不强，你看种种是非常令人厌恶的东西，一个恶法是自己身体可厌恶，没讲话五样是不该恶，只是指这个身体可厌恶、可厌啊，而成为恶法，也就是脱恶业受损的身体，所以成为恶法。因为过去脱了恶业，所以这个身体受受就是痛苦。假如讲过去不脱业，哪里有现在的痛苦呢？你能祝福菩萨的身体，那是自己的快乐，所谓爽乐无疆啊，把吃菜我磨出痛苦。那因为过去脱恶业，所以感到这个身体也就是痛苦的身体。所以感觉到可厌，甚可繁衍，繁难啊！感觉到呀，身体呀，实在是一种的累赘，
所以就是犯，因为在他身体两张出皮呢，是一个累赘，所以就是犯。有时呢，运动神经让理性，对待他身体运动的神经让理性，莫躺靠，莫挨靠，所以因为在他身体身可方便。两人类，看看你中年的众神呢，运动和让理这个身体，啊，对这个身体莫躺靠，对这个世界莫挨靠，啊，我有让理性。不仅能上上广多，只有广多无上观，只有是讲这个世界无上，两个经文都有说明。比如像《八太乙国经》，啊，说明这个世界是非常微妙的东西，啊，人生是非常可养的，啊，可供无我无常的不强的东西。那说的非常清楚，那其他所有尤其在我行经，处处都有两种的说明。显示两者身体是非常可养的，说两条脱离呀，目的就在那里，人脱众生乃至一切众生，让你两者身体，莫爱创两者身体，而是让你心，而是看破，而那是放下，莫爱创，主要的目的在两边。可是虽然经文上讲的清楚啊，众生就是贪创，不很下意，不很放下。因此之故，有贪错爱错的缘故啊，痛苦就增加了，处处都感觉到非常的苦恼啊，样样东西你都是贪爱，你还是非常苦恼的事情。所以因此之故，让你两个五处恶事的身体啊，各样的念波身体，运动的发心，让你下力发心，努力进修，比如我修枪术法门，认真念佛求要生气，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晓得让你这个身体将来就团出烦恼。